我能开光，把人开光。大家好，我是黑龙，欢迎收看《黑色军旗舞》。今天我要回母校北哥大。什么送给老师当礼物？这个吧，乌龙茶，因为老师白天太累，喝了之后他会 relax。台湾人就是送礼物都是送一个盒子啊，一个礼盒。真的假的？不是台湾人吗？你选哪一个？你选这个，这个长得很像你。祭祀啦。这个就好了啦，对不对？Catalyst 你知道吗 ？Catalyst 不知道。土木素水。哦，土木素水。对。哦，素水好烂、啊。真的假的哦？二甲三多少？五啦。哦，你还好吧？不错吧？错啊。我带你，你们看我叫我一个很重要的老师。来来来，老师，谢谢谢谢。请进。对，大家，这是我的重要老师。老师好。对。你们好，你们好。觉得你今天可能快在上课，对，上课对，上到五点就有点累。然后就买一个甜甜的跟乌龙茶给你。谢谢你，不客气，谢谢。所以是老师教他国语，对，我们教中文。那他感觉学了一些阿里阿扎。对，前两个礼拜回来，天哪，那台语也太台，那国语也太台了。哎、欸，你叫八伟哦，阿伟哦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看，没有这个，乱讲啦！水，哇，傻小。对啊，因为我有很多台湾朋友。对，他很多台湾朋友，他跟我讲啊，说老师，我现在有自己的节目了。老师就是第一名的粉丝。对，铁粉。所以他那个班成绩算是蛮好的。他去纽约，他是模拟联合国，然后他当会员国的一个代表，他去了两次，然后北科帮他出钱，让他去纽约。我请导演，导演。不是老师也请我们，你这样借花。目前这个不是老师的，这个是黑龙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要给他们，要给他们吃的。对。我昨天就跟你说来老师这边要送礼物，就是要买这种，然后你就一直跟我说你不知道买什么，结果最后你买这个，我们老师送这个。黑龙的行李面是这个，不要紧，礼物很小很大，没问题。你根本就忘记。下次我要来买什么东西给老师，留言一下。他是真的聪明，他反应快，他没办法很专注，他会就跟人家玩一玩，玩一玩，可是他都有在听。他被玩的那个人就听不了，他就他学最快。对，比被玩的那个人呢，中文就变很差。可是现在我们讲中文的骂脏话而已。对，不好意思，老师。这不要告诉我。我怎么知道？这个不是老师教我，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是老师教我啊。澄清的时间。这个是这个人教我。没有，我没有。导演对不对？最好。我是台湾人啦，台湾欧人啊。敢骗啦！那个有那个阿少就说我是台湾人，你不是啦。我台湾人，你不是台湾人。他们就是说，好，今天骑摩托车被罚了，然后就一直跟那个警察讲英文。哎，这个不要讲。对，警察因为英文不好，他们就要他go 对。台湾警察很好，对人很好，这样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刚刚过我那个红绿灯，好，我要看你的证件，这样子。可是别的国家，哎 ，stop， 那这样子，傻小子。你知道说 Wakanda forever。Wakanda forever。对的。订阅，按赞。太厉害了！哦，老师睡了啦，睡，老师很喜欢说要睡了，这个我们要拿走了。你干嘛？我又要给你们看我们以前的那个教室。哦。安娜，你以前老师说你很皮啊，还好啦，一点点而已啦。你大一都怎么样上课？很好，很好的学生这样。那大四呢？大四有的时候没有上课。
大四的时候我还需要四个 credit 而已，所以有的时候没有上课。这个上面不是有下来的，对，然后老师用电脑嘛，如果有那个四分钟的那个休息，老师出门我们就会开 NBA 看，然后有的时候会看 YouTube。 哎，姚远，干嘛？那你饿了没？蛮饿的。几分？98。我带你去吃 我以前在这边的时候最喜欢吃的，可是我先不要跟你讲什么什么的什么吃，不是 good 而已哦， very very good。 不用我喝鸭饭还是面吗？就自己准备。对啊。好的，走吧。我打水的时候，这边可能会来每一个礼拜会来一次，最小。面还是饭啊？不是面，不是饭啊，是那个很特别的东西。那黑熊和嘉明人都很常吃。会，这个每一个外国人喜欢。我们到了。啊、八方云集，这个。八方云集。对啊。那我中午才吃八方云集。真的假的？这不是我们吃的吗？是这样吃好不好？没有啦。这个很好啦。走了啦，我要吃别的。你要吃什么？不知道，点我在生意家店。这个导演很奇怪，你真的，你啊，真的。哇、哦，美开了。你说哪一个？对啊，红豆饼啊。你以前很常吃这家红豆饼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喜欢吃红豆的还是奶油的？我都吃奶油的。所以，张敏，红豆的我觉得这样子的。红豆我也觉得不行。奶油，所以红豆，酷啊。你有进去过吗？这家店。哦，卡莫吉，哦，是可以呢。这个真的没有进去过，真的呢，真的。厉害，哎，这个也很好吃呢。葱抓饼，对，加蛋，要加蛋哦。我想吃。好的，来，对，加蛋的。哦，好。你在这边很久了。对。我也以前在这边。对，对了。谢谢。好吃。对啊，对了。嗯，葱油饼、蛋饼、葱抓饼都要加蛋呢，就是一个蛋白质啊，没有加都是有啊。三二一，睡啦！那个阿妈都用这个。这是什么？这个 feeling 比较特别呢，这边就是我的宿舍哎，这个大部分都是女生哦，厕所在后面那边。你怎么知道女生厕所在哪里？大楼的那个都是一样，基本上都是一样啊。变态？不是啦，你是不是坐在这边偷偷？你最变态！女生小心哦。我也要小心哦。你才不用小心哦。失恋，我就住这里了。哦，有一个很特别的 memory。最后一间的餐厅呢？前面。不要，你不要跟你讲了。为什么？秘密的，很好吃的。我到了，终于到了。后来不爽，做了之后我帮他介绍过。炸了700，但是他以前在后面一点，现在比较近。导演，你要不要吃？好热哦！小心烫哦！来来，想起来，老板，谢谢你！哦，他说三级嘞。这个老板我认识，8年前。哇，老板对你好好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豆腐。好，这个我请你们先吃。老师请的，你又说要请我们，然后老板请的，你又说要请。老板是请我，他是认识我，不是认识你哦。好，你要不要吃哦？好，我吃。我吃一口。豆腐馅，好好吃哦。嗯。黑色星期五，下次见。不好意思，带账啦。其实蛮好吃的。我跟你讲哦，有时候你要听我讲的，很好吃就是很好吃，不一样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啊、对。所以口味不一样。你看，有的时候你给我吃很不好吃。都你在讲就好。嗯。都给你讲。好吃。有的时候如果没有雨伞，图书馆有很多雨伞，外面有人放在那边，一个月你就去拿一个。可能2012年到2016年，如果你的那个雨伞不见了，有可能是黑龙来的。哦。你没有哎，这个你不要放哦，这个要看这样，我跟你讲，跟上次的一样，口味都一样，没变。老板有变胖。
就算你要台北，你问他。一样一样。啊，小心蛋哦。给他干嘛？